念我对身体非常有兴趣，然后有些人是用笔写日记，有些人用画笔写日记，那我是用身体写日记，我把这个工作当作写日记。哪一种比较适合？哇，好美。没有啊，当我画的时候好像这个我感觉到这个一个内在一个生命的火花哈、哦，会这样迸发出来。所以我把模特当作一种母亲一样的看待，而我跟他一种互动之后，产生一个孩子，就是一个作品。所以我画模特给我一种感动，感动的好像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什么年龄都可以做，我甚至希望我的 baby。我已经很多人跟我预约了，等我一生出来，我的 baby 生出来，他是一个 boy， 然后我会带着他一起工作。